台湾有着60%的森林覆盖面积，是世界上难得一见的高山岛。我们拥有200多座以上3000公尺的高山，是名副其实的东方之珠——福尔摩沙。一缕森林中，洋洋盈盈的鸟鸣声，心旷神怡，涓涓细流声，是那么深刻。然而，记忆里森林的味道是什么？是清凉的空气，还是芬芳馥郁的花香？我们将森林的味道，那份人们最容易忘记的回忆，深刻地将它珍藏在这玻璃瓶里。我们的木料来自于台大实验林，用书法永续的精神，合法搜集台湾原生林木。研发单位并入国立中兴大学，学校致力研究开发，只用蒸汽蒸馏法提炼出合法、安全、无毒、来自天然最温柔的芬芳。无酸有序，佛森 aroma， 每一滴精油都能让你用得安心。压力、失眠、痛，它能抚慰您的身心以及您所关心、深爱的人。蒸馏过后的木屑，我们回到森林，铺设林道，回馈大地的给予。我们手工制作的小香包，只要滴上精油，就能简单的、随时的陪伴你。有句佛森 aroma 的每一滴精油，都是最自然、最友善、温柔的互动。佛森有句佛森 aroma， 收集台湾森林的味道，分享森林的气味，秉持永续开发的精神，将来自台湾大地的恩典呈现给您。